对，两边胶条压好，包括这个角落里面一定要用胶水。也是一样，把胶水打好。先摆了，摆了之后，弄出水。对。这样压好之后，还是要再打一遍胶。对。压上面。对。对。那我刷一下。然后再用一个小刷子，用一个铁链，然后就把它刮好。包括外面也一样。做好之后，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截面是这样，这边是室内，这边是室外，水从这上面流下来，从这个槽口一直排出去，可以看一下，这边都是有排水位置。 OK。